说什么呢？是没人重视。下周以前必须要做化疗。我爸那么有精气神一个人，他不可能是癌症病人。这种事儿发生，他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？这么大的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把我要瞒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您化疗的这段时间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妈，我爸得病了，肾癌。什么？我得肾癌了。出国留学都没学会做饭，你爸生病了，他得什么病了？你现在也长大了，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你要多照顾他。我会照顾。咱们离婚吧。我不想把你给拖垮了。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肾癌中期，现在扩散。什么时候开始化疗？有可能。我陪你去。最坏情况我管你多久？没办法。我不回去，我马上就申请休学。咱听听爸爸说吧，爸爸这个病呢，肯定能治好。你知道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等你上完学，爸爸就已经好了，知道吧？你不用担心爸爸，真的。好。爸爸。怎么这样啊你啊，出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说一声啊你啊，你万一哪天你